因为我现在是乳癌第二到三期。艺人朱心怡2021年底诊断出乳癌二到三期，隔年5月进行乳房切除手术，并在2023年1月完成18次化疗，结束为期长达1年半的治疗。朱心怡8日欢度37岁生日前夕，坦言自己做了一个任性的决定。她在生日当天发文写下：“重生之后要更开心，要更勇敢，要更享受自在。所以我任性的说要飞到日本，谢谢老公支持，毕竟制造快乐的回忆也很重要。”照片中可见朱心怡手捧蛋糕，家人朋友全都围绕在旁。她也感谢朋友夫妻作为旅伴安排一切。po 文一出，粉丝也纷纷留言献上祝福。大姑贾静雯看到贴文后也感性祝福朱心怡生日快乐。勇敢又棒棒的你是大家很好的典范，真心祝福你未来一切美好又快乐，幸福健康，小孩听话，老公发达，一切顺你心如你意。两人私下好感情溢于言表。